以哈激战将开始，他添乱，美重量级潜艇赶赴中东。尼议员带哈马斯支持者冲进国会，爆炸真相揭开。俄军8000多士兵丧命阿夫迪夫卡，乌军绝地反击。中国经济逼党魁放软，挡不住外资，坚定避开中国。美官员，中俄捆绑有代价，力阻中共这一邪恶目的。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我是美玲。据悉，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进攻加沙，哈马斯也在备战，而黎巴嫩真主党仍给以色列添乱。美国也派出最先进的两栖指挥舰惠特尼山号赶往东地中海。19号，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已经基本准备好对加沙的地面攻击，并征召了36万名预备役士兵。以色列要是挨个街道、挨个大楼地清除哈马斯人员，没有火炮、坦克和战斗机等重型装备的哈马斯主要使用简易火箭和轻武器。哈马斯也有一支武装部队准备和以色列开战，主要是由哈马斯下属军事组织卡桑旅和以军交火，而卡桑旅也是7号突袭以色列的主要武装力量。据外界估计，卡桑旅大约有 1.5 万到4万人，指挥官是穆罕默德·德伊夫，他在20多年里躲过以色列的7次暗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攻击加沙的最大阻碍应该是哈马斯修建长达500公里的地道，已经把它叫做是加沙地铁。哈马斯成员在已经空袭时会躲到地道里，也会通过地道中攻击以色列的巡逻队和哨所。哈马斯把火箭弹都藏在地道里，等到要发射时迅速地搬到地面上。当已经攻入加沙以后，卡桑旅就会通过这些地道做防御和回击。因此对以色列来说，如何掌握这些地道的信息，想办法解救被哈马斯关在地道里的人质是当务之急，也是决定这场对决胜负的主要因素。以色列这边紧急备战，而哈马斯的小兄弟也继续给以色列添乱。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公开说要协助哈马斯。从14号开始，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边境战斗仍在持续当中，造成13人丧生。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中校表示，这几天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小规模冲突明显升级。真主党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反坦克导弹，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康里克斯说，一些真主党现在的行动就是把黎巴嫩拖入一场没必要参与的冲突，而且黎巴嫩肯定不会得到好处。真主党也承认，在18号用机枪、导弹和57毫米的迫击炮6次袭击了处在边境沿线的以军哨所，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澳洲都对本国民众发布针对黎巴嫩的旅游警告。美国这边仍持续援助以色列，美国已经注意到以色列将面临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南北夹击的处境。因此在18号，美军下令重量级的两栖指挥舰惠特尼山号赶往东地中海，届时美国福特号航母和艾森豪号航母以及惠特尼山号指挥舰将共同支持地中海东部的军事部署，以此展示美军强大的威慑力量。让人好奇的是，这艘惠特尼山号的作战实力究竟是如何呢？美国海军在新闻稿中指出，惠特尼号指挥舰整合了最先进的 C4I 设备的各类要素，让联合部队指挥官能够全面而有效地指挥海陆空的力量，而且该舰艇海上通信能力是首屈一指的。那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在美军针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惠特尼山号就担任了战术指挥中心的职责。这次美军派出惠特尼号指挥舰对周边想趁机捣乱的各种势力发出的震慑信号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此时以色列又有斩获，据巴勒斯坦附属新闻社耶路撒冷新闻网19号在社媒 X 平台发文说，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指挥官
吉哈德·梅森少将，位于谢赫拉德万社区内的房屋爆炸，全家身亡。日前，进驻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支持哈马斯的人员占领，而带他们冲进国会的竟然是一名巴勒斯坦裔议员。造成这次抗议事件的加沙医院爆炸案真相也浮出水面。10月18号，美国的巴勒斯坦裔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女国会议员拉希达带着300多支持哈马斯的伊斯兰教人员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穿着黑短袖占领中央穹顶区域，大喊犹太人现在停火，还举着海报，上面写的是让加沙活下去，哀悼死者，为生者拼命战斗等口号。德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韦伯在办公室门外挂着一块标语，上面写着我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被抗议者厮杀。带着抗议人员冲进国会的拉希达在现场显得情绪激动，坚持认为加沙医院是以色列炸的。美国国会聚集大批抗议人员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热传，有人说拉希达在自己工作的国会是这样的态度，他已经不配再担任议员了。而抗议者们的闯入也遭到警察的警告，美国国会警察局在现场逮捕了大约300名抗议人员，并表示我们警告抗议者停止示威，他们不服从我们就逮捕他们。而引发这次抗议者冲入国会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尽管哈马斯方面说加沙医院的爆炸是以色列的空袭，但据知情人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门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的火箭失误砸到阿勒阿比医院的停车场。从该视频可以看出来，现场损伤程度不可能是导弹引起的，因为没有导弹炸的大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认为，从现场爆炸卫星图像显示，该爆炸破坏性并没有最开始想象的那么大，而且火箭造成大部分损坏都集中在主停车场。日前，俄乌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俄军在扎波罗热、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战线上试图发动冬季反攻，并集结8000多名士兵和坦克、装甲车进攻阿夫迪夫卡，不想损失惨重，乌军在三面被围的困境中绝地反击。俄军第一机械化旅和第三级部旅等多个部队从10月中旬开始针对阿夫迪夫卡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同时展开攻击和包围。乌克兰军方将大量乌军预备队和增援部队紧急调到阿夫迪夫卡进行防御支援，而阿夫迪夫卡的要塞地区地形是城区高、四周低，俄军派出大量装甲机动部队想以此突击并冲破乌军在城下的防线，把乌军主力部队困在主城区。但是事与愿违，从9号开始，俄军派出8000多名士兵和300多辆装甲车、坦克组成10个营的步兵分队和6支装甲纵队，想对阿夫迪夫卡东北侧的扎土山和焦化厂防区进行冲击。乌军增援部队则在阿夫迪夫卡的高地对俄军的装甲群进行总共265次炮袭。在一周之内，俄军至少战损了80多辆装甲车和坦克，俄军士兵伤亡惨重，想快速夺取阿夫迪夫卡关键据点行动被摧毁。乌军在阿夫迪夫卡城区驻守有第二机械化营、基辅特警部队团、第53机械化旅以及第70独立步兵营。面对俄军的来势汹汹，乌军预备队第30机械化旅和第116国土防卫旅的增援也有力稳住了阵脚。俄军不甘战局失利，派出第9海军陆战团和第10坦克团等力量施压，但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作为乌军前线重镇的阿夫迪夫卡看似已被俄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而且俄军已经把战线转移到西南方向，阿夫迪夫卡似乎很容易被俄军攻破，但乌军高层对能守住阿夫迪夫卡寄予厚望，因为乌军战区一旦失去阿夫迪夫卡，俄军先前在顿内茨克的缺口就会被补上，而乌军战线就只能向后撤，这样乌军在今年夏天艰难攻下的战果就将失去。所以对乌军来说，阿夫迪夫卡战略意义重大，不能失去。对俄军来说，
如果不能尽快攻下阿夫迪夫卡，将来在这里的战斗或许又将走回马林卡和巴赫穆特的旧路上去。中国严重的财政和金融失衡问题被各界持续关注，外资也加速撤出中国。此时，习近平突然公开表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措施，但有分析认为，这并不能阻挡外资的离开。据路媒在19号报道说，习近平在18号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公开宣布，要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用中共官方的话说，这是北京当局对外释放出的经济转型的重要信号。有观点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内需拉不起来，中共高层对此已经死心了，现在只能靠外需拉动经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专家戴志指出，中共之前限制外资投资，现在把这些限制都拿掉，一个是希望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上的增长和发展，再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新的政策留住外资。外界普遍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到底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让中共党魁做出这种转变呢？华尔街日报在19号的文章中表示，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是 4.9%， 看起来优于预期，但中期前景仍明显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共有 30% 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如果失去政府的支持，根本就不能生存。而这对持有大约 80% 债务的中国银行来说，更是一大突出的问题。文章引用专家的观点表示，中国现在的债务规模太大，而经济成长速度又太慢，中共现在已经不能像20年前那样把不良贷款掩盖起来。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一旦爆雷，后果就不堪设想。今年的9月，美国银行公布一份全球基金经理人调查报告，显示避开中国成为投资人是现在最坚定的信念之一。时评人士王鹤指出，因为中共政局不稳定性和国际形势有突变的可能，特别是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中共也随时都可能打台湾。因此，外商对在中国的投资上应该有相当大的保留，并且做出深刻调整。这样看来，中共要达到稳外资、稳外贸的目的，相当的困难。针对中共与俄罗斯越走越近，美国官员表示，要让他们知道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且美国一定不能让习近平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邪恶目标成为现实。众所周知，中共在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习近平也在今年3月出访俄罗斯，表示要继续深化中俄关系，而且中共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18号，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借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会面。前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在18号当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北京接待普京，这是延续这种深化的中俄伙伴关系。他指出，中共是继续和俄罗斯独裁政权绑在一起，想在欧洲、中东和台湾推动这种混乱。而习近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伯明表示，习近平的重点是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邪恶的，让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也是和平民主秩序的对立面。这是企图把独裁政权和其轴心放到世界权力的顶峰。如果它成为现实，那将会是非常黑暗的世界，我们一定不能让它实现。那怎么才能够阻止习近平和中共的这一打算呢？伯明指出，美国需要让中共知道的是，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是有代价的。美国应该向我们的盟友靠拢，邀请其他伙伴加入，并向中共明确表示，他们会付出相关的代价，不仅是名誉的代价，也有和独裁政权联合的经济代价。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见。